我回家要整理行李，等一下7点要去机场。这是我妈的鞋子，她说她要鞋盒，这 占了我一半的空间。就是两个，跟他一班飞机真惨。每天下楼一次。And the final destination is to Taipei. Yes. Yes. Thank you. 才17公斤，我还能装，其实。你的高尔夫球杆，条件一样重。哎，我的天！我要回台湾啦！回台湾先喝一杯手摇饮。回台湾先喝酒。这行李箱怎么一打开就是一股高尔夫的感觉呢？于君婷。That's a good question. Oh my god！ 这是高尔夫。我们进来啦。现在是晚上的8:26，10:10登机。10:10登机。是的。那我们还有2个小时。对。在玩 QQ 飞车。他怎么那么帅啊？中间的嘛，不帅啊。哦，他爹叫做 VJ 姓，他儿子叫什么姓我不知道。又来了，又来了，又高尔夫，又高尔夫，哎，哎，没办法 ，This is my life, dude。啊，登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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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登机了，终于登机了。Thank you。想睡觉，睡啥？要去韩国喽！我是第一次去韩国，你是第一次去韩国吗？对。我们要搭到韩国，然后再转机回台湾。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可以睡得很好，因为我昨天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我晚上12点睡觉，然后我早上凌晨3点起来念我的书。半了，还有一半，还有7个小时。10分钟，
到韩国。这我会放进去。现在要转机，但是我们还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所有的店都还没开，要去哪里玩？对，我想要吃东西，我好饿。人生第一次在韩国吃东西。我喜欢这个树。Give me the tree。是你搬走吗？你喜欢搬走吗？你帮我搬。不要。最喜欢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飞机上已经吃了三餐两餐啊，三餐。闭嘴！闭嘴！我就看到周哥在那个备餐的那个阴暗扭曲吧。傻逼！阴暗扭曲吧！很保命的尖叫是吧？这韩国 seven 呀！我想吃拉面。什么东西看起来很好吃？这个卷看着很好吃，我看看这个毛巾卷好。哎，我也想吃。3900块，三九是多少？3900块。这个我什么都没买，因为它没有热水，不能吃拉面，而且也不能在那边吃。南京。你说这个多少钱来着？22000。好感动。开了，开了，开了。他的副扣开了，我去。对。他要你 ID 啊？我能点吗？你去帮他买。我他妈我不要。我们现在应该只买一个就够了。他现在要吃20000多韩币的蛋糕。等下掉地上了就很好玩。切得下去吗？太硬了，中间是冰淇淋是吗？不是，应该是奶油，然后冻到变成。哎呦我的天！真的吗？这是我的吗？嗯哼。高级吗？哇，网红。好好吃。是吧？不是点一样的吗？对，那还是很有钱啊。老公，我在哪里？说在韩国。老公问你在哪里？阿高。那这么快融入韩国了？还去到国际了？这边是？我知道。太。好不好看吗？嗯。为啥？你也不晓得我。你刚才刚从哪里出的呀？好吃吗？香到不行。啊，看你吃的真香。好吃吗？不难吃。我也想啃一口。这样吃比较好吃。谁家好人吃毛巾点这样吃啊？去登机口，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回台湾。回台湾继续吃。回台湾继续吃。我的短暂韩国之旅结束了，我下次会再回来的。下雪了，这位先生，飞机上啃。再跟我们坐。你等会儿，老师。还没有亮气息。嗯。是不是？你是先大笨蛋。拜拜，韩国。
次再来。YouTube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已经断更了，因为摄影师是我爸啊，但是我爸现在在中国，我打比赛一般在美国，所以呢他就是上传那些影片都是他暑假的时候过来美国帮我打比赛的时候拍的，然后打完比赛暑假之后他就回中国了，所以现在处于一个断更的状态。我现在需要一个摄影师。我好好真的吗？好的。那你 YouTube 的名字叫什么？好像叫具体于 Jack 吧， JUNTINGYUJACK。 我会把他的 YouTube 的 channel 那个连接放在下面，大家都去捧场捧场。如果你们不是太无聊的话就不用去看了，没关系。刚回来就下雨，哎呦我天！你刚什么？刚刚讲出了我第一句台词。你说什么？感谢你的。感谢你的。感谢你的。回家。回家。哎呦哎呦，那么大那么大。好轻哦。Thank you。耶、yeah! 好可以走了。